丁健，你对阿芒生历史都好熟啦，咁或者对啦，唔会陌生啦。我假设你唔知，原来芒哥佬呢排咧就做咗好多大事。系假设我系2014之前嘅唔讲，原来东北抽水事件咧，呢、這个芒生啊带队613咧冲入大冲入立法会度，塞实个立法会门口。嗯，但620真系要冲嘅时候，佢又失踪。原来点解咧？佢又走捻咗去广播。嗯、你对此系知唔知情咧？我唔知佢咗广播，我知佢唔存在，因为冇一段片或者冇任何人提过，或者冇任何佢嘅所谓 contribution。因为原来嗰日发生事件之后咧，阿邦生系第一时间揸车走嘅，就全靠佢哋阿主席咧吕中豪嘅揸车顶 Q 住个门口，令到阿邦生嘅座驾咧就驶唔出立法会。咁佢就行路都要去广播。系啦。系啊，嗰阵就行路都要阿邦生徒步行，行咗自己都有讲啊，节目佢自己有讲嘅。但系转头咧，又话跟住又问候阿袁黎明，即系话佢好抽佢水，即系好阻住佢广播。当然啦，搵钱紧要系嘛，即系即刻就搵钱摸。第二件事咧，即系你同佢行得好近嗰排咧。我唔覺得佢真係話好激進得好緊要，但係佢離開咗你之後，你冇聽過有句説話咩？講就兇狠。做就碌撚啊嘛，咁咧嗰個仲要用佢原句係用佢個名添㗎，大佬講咗好撚，做就碌撚咧，咁你即係其實大家心裏有數。喂，但係而家佢又叫人掟汽油彈，你又知唔知啊？佢叫人嗱呢下我就覺得都有啲即係值得商榷嘅地方。唔係汽油彈 ，to be fair 就唔係叫人嘅。即係基本上咧，佢就覺得即係香港人就抵死啦，間接先到。點解你哋冇吉屎掟汽油彈？嗱，係類似係掟你掟我即係掟你嘢啊，掟你汽油彈添啊咁咯。哦，即係係啦 ，fair 啲 ，fair 啲。第三件事咧，七一佢又另起爐灶喎，佢又唔走去佔領光環喎。唔止七一啦，咁六四佢都係啦。依家六四七一佢基本上自己搞自己，同埋嗱咪六四又去咗尖沙咀，係啊，喂七一又翻嚟文化中心。最值得講嗰件事咧，就係去文化中心呢件事咧，佢係好巴閉嘅，即係佢要帶人。即係如果佢喺香港嘅話咧，佢我唔知佢係咪霍斯到。如果嗰晚有人带头冲击中联办嘅时候，佢究竟跟定唔跟？就唔使跟，过唔到海嘛，大佬。佢就而家直定话俾人听，我档口就喺尖沙咀。你冲击中联办，我就去唔到啦，因为我喺海嘅另外一边。冇错啊，真系啊。但系去广东道游行客咧，我哋仲系可以嘅。所以佢咪焦点咪模糊咗咯？嗱，即系。人哋喺中聯辦做目標嘅時候，佢就攞啲遊客嚟去做目標，咁你算點啊，大佬？人哋都唔係個政權，其實係真係有啲騎呢。人哋都唔係個政權，即係你如果係針對個政權或者你不滿個政權，甚至乎要佢講到咁勇武要推翻個政權嘅，咁你就唔係針對啲遊客，唔係針對嗰度嘅國民啦，甚至乎係咪先？呢個係邏輯上都有問題嘅。唔係你講本土，你好多人會 buy 嘅地方就係你反緊赤化啊嘛，反緊殖民化。但係到最終佢哋個目標又係唔係去中聯辦，又係就係去咗就去咗遊客嗰度。呢樣嘢係我真係我都覺得好匪夷㗎，即係呢個我覺得莫名其妙㗎。仲有一單啦，無端白事發起癲上嚟就屌下長毛。欺世盜名揾笨柒，呢個嘢真係冇得頂嘅，真係。即係任何一個同路人啦，我未揾到個同路人佢係冇屌過嘅。陶君衡，仲有邊個？你、蕭生、大舊，仲要長毛，有邊一個人佢未鬧過嘅咧？喂，呢啲咁嘅大佬，你都跟得過馬草嚟？你有冇即係？你有冇覺得呢個人啊，佢係欠咗香港人？即係呢個人咁衰，隔呢半年做咗咁多嘢，唔止欠香港人，欠咗好 Q 多人。你其中一個你嗱，我就唔敢咁講啦。但係起碼如果你講開話，即係即係回顧翻啦咁，我又覺得當其時 once or realize 啲問題出現嘅時候，就係依家我冇從來唔馬後炮嘅。不過因為你講開咧，我又講翻。就係當其時我已經 red flag 咗㗎喇，我第一個舉紅旗嘅，因為當其時就唔會造成我都連同人民力量嘅執委會都有決裂嘅情況，就係因為我係唯一一個夠膽直斥呢樣嘢，或者係完全攞呢樣嘢出嚟覺得係問題要去討論，甚至乎要解決嘅嘢。當其時有好多人民力量執委會嘅人，包括當其時時任主席劉家雄先生，即係撇除兄弟感情，撇除朋友間嘅，隨便爆得喇呢度，但係就真係。四个大字嘅啫，佢哋成日同讲大局为重，就叫你冚晒一切先，唔好讲咁多嘢字啦。你唔得唔满意嘅，咁咪跪下自理啦。我都最都话啦，真系最记得有一次，成日都觉得就系攞翻嗰次嚟讲，喂，我连去到人网唔知 N 周年嘅纪念晚宴，六周年好似系嘛，咁啊喺始创嗰度，去到楼下，我都打个电话同佢哋讲声，睇下。阿芒生喺上面咩情況？我話喂，怕唔怕？點樣？我都費事佢哋尷尬。跟住佢哋到最後，
阿刘墉讲我唔掂，要揾阿萧生出嚟喺接拎起个手提电话讲，话你都系吓，即系避一避啦，咁之类咁啊，得啦得啦，总之就系咯，即系又系，唉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啦，咁样样嗰啲，即系好似惊死会撩兴翻阿望山，即系嗱，有时又咁讲，依家调翻转头，即系回看历史，只不过我系行前过阿萧生同埋阿刘墉，甚至乎其他人民力量嘅执委去举起呢支红旗，去觉得。某一兩位的成員是有問題，即可能他哋會覺得誒、哎、選舉後先哦，咁當然都自然爆發啦，有人不承認是人民力量的一份子啦，選完舉就即刻，咁呢啲即固之然係有啲 triggering point 啦，但即喺 before election， 即 before 嗰次所有嘢發生，其實尤其是我嗱嗰陣時的而且確咁 close to。嗰兩位黃生嘅人，我梗係知道。喂，我如果用咗常理或者用邏輯去判斷，梗係覺得邊樣嘢係有問題，邊樣唔應該做，或者覺得呢兩條友係有真係即不能告知嘅秘密咯，即或者係有好多嘢係唔合理咯。咁、所以我企圖試圖去講俾其他人民力量嘅人聽、當其時當然係即係成為咗啊！被滅聲嘅一群啊！你咁講我都覺得你欠咗香港人，因為啦，香港係國難當前，你對住個黃碌撚，你都好似完全冇辦法咁。我覺得你嚟緊要做啲嘢，嚟緊要做啲咩嘢咧？好、啊，你要彌補翻你嘅錯誤，嚟緊做啲咩咧？下一節再講。好。